今天我们的新春特辑请来了杨秀慧、崔佩仪以及 Kid、王一平、张爱雅，要来跟我们聊聊新年新气象。我们不管哪一方面都要有一个好的开始，特别是跟亲爱的另一半约会的日子，是不是要好好打扮自己，让另一半觉得焕然一新呢？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来听听现场的来宾怎么说吧。菜市场或夜市，对，很多人在帮人家挽脸。那你们有被挽过脸吗？我妈妈就会帮我们挽了啊。我妈妈是没有。然后有时候到菜市场，我看到人家在挽脸，我就问那个啊，会不会很痛？她说会有一点痛。我看到第一个，我觉得她不卫生；第二个，我觉得她会痛。那我还不如，反正女孩子以前有一点小汗毛是很漂亮，因为林青霞也是这种有胡子，我就觉得哎，其实不用挽脸哦。你有挽过？是因为挽脸为什么？挽脸会怎么样？因为以前的挽脸不是说每天在。现在是把它用一种名称，什么挽脸会开运啊什么什么。对对对，以前一辈子女孩子只有挽一次脸，就是要出嫁的那一天晚上。那你怎么会挽？妈妈会帮她挽。那因为后来我们出来唱歌嘛，唱歌之后有时候会长痘痘，有时候会长粉刺。以前我们又不是那么有钱，可以去沙龙让人家做脸去挤粉刺。挽那个就不了。妈妈就说用挽脸的，把那个粉刺也可以挽掉，而且汗毛弄掉之后，你擦上那个粉底就会贴。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挽脸，它可以把粉刺也挽掉。就是说啊，我最近脸都已经长痘痘，太多粉刺了，妈妈来挽一下脸。那会不会痛啊？会痛，是会痛的。会痛哦。就是，也不是说痛到不可忍耐，也不是那一种，就是会，你想嘛，你如果有汗毛，你这样拔，就是那种毛被拔起来，对，是那一种痛。还能忍受啦，那不是痛到极点。是，可是那 Key 呢？你有遇过？他也有。我跟你讲，我之前就常去挽脸，这是真的。你去挽脸？因为我的那个就是毛蛮多的，然后我之前有一个女朋友非常热爱挽脸，我常常会跟她去板桥有一个挽脸街然后去那边常常跟她做脸，然后到最近我不用跑那么远了，我就去那个士林有一家哦，她现在很特别，在二楼。还有一个落地窗，你在下面就可以看到你在上面挽脸，它就是有点好吗？有点像噱头一样，所以我每次我挽脸整个脸都白色，然后给人家看，像怪怪的。它是有点像噱头，是复古的感觉，所以我就要坐在那个窗户旁边，然后跳下去给人家挽脸，然后旁边就一大堆人在跑，就路过的车啊人啊，在旁边看你被挽脸。但是说真的，挽脸真的很舒服，对，很嫩。那影评呢？你有试过挽脸吗？我在大学的时候走到那个就是士林那边，好像有个菜市场，旁边有一条街，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在想说，感觉好新奇，好想去给人家弄，然后可是又觉得说坐在那边好丢脸。因为大家都会一直看，而且你长得这么漂亮，不是，而且还要被弄成那个什么，用粉红色的袋子把你那边围起来，然后全身又是，就是脸又是白白的，通常都是阿姨坐在那。然后我想说算了，还是不要好了。然后我想请问一下，他那个挽脸那个线有没有换？有，就是不知道，不知道说的他应该会换吗？那些很便宜啊，应该还是会换换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后来我就想说啊，那就算了。然后就没想到我就在网络上就看到了一台非常神奇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什么？讲讲吗？什么？织毛线的？为什么？这哪是织毛线？你知道它什么？它是全台唯一的电动挽脸机。有这么厉害？它不用手动哦，不用你那边自己在那边开开开开开，它是自己自动。我不相信，你看，挽脸是自己的。两个那个线要交什么？哎呀，啊对，对，手机就是这样，那个棉线是这样，对，它是这样交叉的。而且我觉得就是我很喜欢的是，你知道我其实手脚有点笨笨的人，它这个啊，它非常的好装，而且因为其实你自己一个人弄完一条线以后，你就要换掉，因为为了要安全，就是安全卫生，对不对？而且你其实一般的棉线你就可以去换。而且它这个就很棒的是，它里面就是也有附赠一大捆的棉线，让你一直无止境的换。然后这样的话太棒，以后挽脸不求人就对了，对啊，自己挽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自己就是在家试啊，然后想说哇，这台好新奇哦。然后可我又不知道挽脸，你知道，
我觉得那时候我就只有绑了一个马尾，然后那时候我没有注意到说它里面还有附这个粉，一定要、哦、一定要粉，然后就我弄到这边的时候，突然弄到我的胡子的时候，突然怎么这么痛，才知道说原来是要上粉，要对，要记得要上粉。还有啊，因为其实新手，新手在用这个的时候呢。真的要注意两件事情，哪两件事？就是把头发一定要拨好起来，然后把你的汗毛也要先用胶布把它贴起来。对，因为我就是因为我卷到我这边的汗毛整个被卷进来，对，然后秃掉了没有？还有秃头、眉毛也有被卷起来。因为想说我要弄我这边汗毛，就在那边动，然后就这边有被缺一块吗？有缺一小块，可是我觉得还好，是画可以画就好。所以我觉得就是新手。还不太会熟用它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要贴胶布。对啊，而且这一款非常厉害，是。那你光说没有用啊？我想试试看，真的很好用。那我试在手上好，因为我手上我有特意的有留起来。我们可以过去看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它这个粉是那种什么滑石粉什么的粉？它就是比较细的粉。完脸粉。完脸会滑滑的。会滑滑的。真的好贴心哦。我通常就这样吗？还是要再涂多一点？其实这样就可以了，大家滑滑的就好。然后我就这样按了以后，它就开始这样动了，好好玩哦。然后你就要，因为它是一定要逆毛的方式。对，哎，真的要拔掉，有没有？它就是这样，然后你要来回的。这样的一个速哎，它不像那个阿嬷那样慢慢玩哈，一定要逆毛它才会整个，而且它很棒的是它是连根拔起的，有我有看到毛起来了，它不是被剪掉的那种，它是整个拔起来的，因为剪掉毛会更粗。那什么问题？晚点机跟那个除毛机是可以拿来用一样的功能吗？除毛机越长越粗了，对啊，除毛机玩脸比较好啦。除毛机不可能弄脸吧？对，顶多记下还是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而且其实它是连根拔起的话，它而且你也不会就是你在长你的小汗毛的话，对，而且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想说试完以后，人家说弄完以后。那个肌肤啊，会整个变得很滑。其实我们女孩子是真的变超滑。我们女孩子有这个，像我们一般都是东方人都有这边有小汗毛，其实拔一拔哈，我觉得会比较。对。但有时候用刮的，其实越刮越不好。而且它这个很棒的是，它也可以去角质，然后弄你的粉刺，然后就可以这样子弄在。还可以去粉刺，太棒了！我真的哪里可以买？哪里可以买？哪里可以买？我超多粉刺。在网络上啊，就可以买，就可以买。很贵吗？很贵吗？它我觉得算便宜。我觉得是每个人都可以人手一机的，对，因为它的规那个体积很小，看很具的时候一边也可以弄，对不对？线是可以换的，线它可以换，它里面就是会给你一捆，然后就是你很多就是有接线，还是我要现在操作？好啊，方便很多。哎，我就不用换棉线，没关系，不用换，我可以跟你毛毛交融。直接帮我弄，不是啊，因为我是。王一平的那个哪个毛啊，一定很干净的。对啊，好啦，那我帮你用，快！哎，那哪里的毛啊？你要用哪里啊？我前面腮帮子这么多，腮帮子啊，腮帮子。你身体其他地方呢？对啊，我觉得可以。你身体应该蛮多毛的吧？你说这里？哎呀，又这里！哎，现在的年轻人实在是这样比较明显。好，用这里，真的用这里的毛，这里也可以啊。这个毛是。你知道喜欢喜欢，我跟谁一样都有吗？谁？小贾斯汀。哦，小贾斯汀，你现在好像小贾龟虫一样吧？小贾龟虫是什么？贾龟虫。你要干嘛？我想说嘛，我想说，趁你们在讲话的时候，偷偷来。女性看到这都会。所以他说到这小贾吗？那我对啊，可是对小贾吗？哎，肚子怎么那么大？小贾吗？小贾吗？哎，那小贾啊，都有那个啊，怎么都没有？小贾。有了有了，开始了，没有这尾鱼线，来了，天哪天哪，哦，痛到，不是，因为啊你不是很黏，不是我跟你讲，因为他现在推荐这个产品很好用，是真的很好用，快点快点，我叫敬业，我不能喊着痛，对，来哦，你要很 man 啊，不是除毛而已。好，毛已经相连了。你跟女神的毛，对对，已经拔掉下来了。毛变少了啦。他是不是忘记帮他铺粉了？有，我跟你们在讲话的时候，我有铺粉。有铺粉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很痛。我们脸上的汗毛是短的，对，它都是长的，才会。对，他们都会夹到。真的，还是要保留一些。汗毛有没有？
再多涂一点，涂一块，有秃了，有秃了啦，有啦，上面这块吗？上面这块，哎，我发觉这块已经秃了，都没了耶。我发觉现在的女孩子真的是很，哎，以前我们看这个哪里好害羞，害羞死了，羞羞，羞羞，瞎叫吗？你看，瞎。五个女生围在我旁边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我觉得很棒，真的很棒，而且它比镭射除毛还好。你摸这里，我为什么要不要不要不要？很滑，很滑，哎，光滑了，很滑，很滑，你摸一下，应该只有配一条已婚的袜啊。对，阿露，你不然你摸累了，对不对？可以回到这边休息一下。停车场，好恶心啊！我爸觉得很生气，对，开心什么呢？我会想买，是真的，想买哦。而且他爸是他除了这个一个蓝光的，然后他还有这样子，他有分一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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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我试看看，我觉得是在我手上好了。好好好，回坐吧，大家先回坐，好好，再会，好棒，好酸哦。对，我今天上面有 Kid 的肚毛 ，OK 啦，这样赶快去换线就好啦。我是在左手好了，嗯，一滴水。然后你就可以直接，因为通常它这边两边都是那个负离子，所以你要同时你要一起按，它才会整个效果才会出现。嗯，然后你一刚开始会觉得有麻麻的感觉，可是它真的它可以导入的效果非常快。不用玩，玩平常也可以拿来当保养，可以啊，导入对，不一定只有除毛啦，还可以导入。方便，对，我觉得这个你看我现在已经吸收了，嗯，给你我想要感受一下什么感觉。会不会有热热的感觉？它应该是有点小小麻麻的感觉，有电流穿过去的感觉，对，很有感觉，很有感觉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之前用很多导入仪是没有感觉的，对，它是没有，可是它的感觉也没有到不舒服，就是你觉得它有在作用，嗯，然后为了要让大家知道有没有用，到底有没有用？对，因为有些这个就是测试的，对，还可以测试。我应该要先测试我没有用的，对，测两只手，好，第一个，来给镜头看一下。三十一，对，含水量31。那我再换，那接下来归零哦，换有导入的那一只手。好，好，逼了，哇，多少？看一下，直接飙，直接飙，有用哎！电动玩脸机有多神奇？让我们一起见证奇迹！新春复古秀，80年代流行热潮不退。我记得以前我们妈那个时候哈，还这样刮刮刮，喷一种那种绿色的胶水。等一下，我录的是美妆节目还是整人节目？太香了，小丽姐你好厉害啊！香啊！哇，好帅哦！哇！我是在左手好了，嗯，一滴水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，因为通常它这边两边都是那个负离子，所以你要同时你要一起按，它才会整个效果才会出现。嗯，然后你一刚开始会觉得有麻麻的感觉，可是它真的它可以导入的效果非常快。不用玩，平常也可以拿来当保养，可以啊，导入，不一定只有除毛啦，还可以导入。方便，对，我觉得这个你看我现在已经吸收了，嗯，给你。我想要感受一下什么感觉。会不会有热热的感觉？它应该是有点小小麻麻的感觉，有电流穿过去的感觉，很有感觉，很有感觉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之前用很多导入仪是没有感觉的，对，它是没有，可是它的感觉也没有到不舒服，就是你觉得它有在作用，然后为了要让大家知道有没有用，到底有没有用？对，因为有些这个就是测试的，还可以测试。我应该要先测试我没有用的，对，测两只手，好，第一个，来给镜头看一下。三十一，对，含水量31。那我再换，那接下来归零哦，换有导入的那只手。好，好，逼了，哇，多少？看一下，40，直接飙，而且这样飙有用哎。有没有？神奇哦，因为它，你光就是你这样摸，其实就有感觉了。哎，你这样不是便宜吗？对啊，我干嘛便宜？给我摸嘛，专业，大家想歪。
很嫩，那边的很嫩，它很嫩实嘛，然后那种满是50。50，因为你右手比较干呢，是干干的。对，因为我这边还没有擦，嗯，然后你再摸这边。哦，有擦哦，有擦，有擦，对不对？有擦哎，你要不要试试看导入？这个其实买回家就自己可以哈。对啊，这个很好，尤其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话，保水度，尤其秋冬。嗯，秋冬我觉得真的皮肤会很干很干，然后再介绍大家就是另外一个，因为其实我个人很容易就是弄完了小胡子以后啊，发红，会痛痛红红肿肿的，然后这时候我就会用这个。那什么？那什么东西？它非常的神奇，没有，应该要先跟大家说，如果大家不是要冰敷的话，不是都是要拿毛巾，然后加冰块滴去的，对啊，然后不是都会这样子吗？会。然后可是这一款它非常好，而且它的芯啊，你只要冰在冷冻冰2小时，嗯，然后拿出来以后你就把它装在里面，它里面有个芯，打开有个芯，然后就可以先放在冷冻库里面，然后先冰在冷冻库，这好高科技的感觉，哦，这设计很厉害，对，然后你就把它放进去，然后把它盖起来，这样子就好了。然后因为其实我早上啊睡起来我。一定都会水肿，所以有一定都会水肿。吃太多咸的东西或干嘛，对，然后整个就是会糊糊的。然后你要是就是没有上妆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搭配保养品。嗯嗯，哦，它冰的程度多冰啊？嗯，它还蛮冰的。哎，可是它舒服的，可是它需要一两分钟让它导入进去。嗯嗯，然后我就哎，我直接。就先用一点那个像精华液之类的嘛，然后就涂抹在这边，因为早上起来你知道这边很容易肿嘛，水肿，然后我就会就是早上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子，哇，这个这么简单，我觉得活在现在的年代好幸福哦，以前那年代哪有？如果说早上起来的时候，然后你还可以眼睛这边，冰眼睛这边也会浮肿，对，然后不用汤匙哎，好，任何地方都可以，而且有时候像有时候做完医美啊。对，你说脸会烫烫热，会烫烫啊，马上就用，对，然后就很好，对不对？你刚刚应该肚子应该要冰敷一下，不是开玩笑，它是真的有冰到，舒服吗？真的是冰到，是真的，是因为金属的关系吗？有冰哎，对不对？而且很舒服哎，可以给你们看，它就是它现在应该是已经开始冰，已经在发挥作用，它也不会到不舒服的那种冰，对不对？很棒哎。比如说有时候牙齿痛或干嘛，拔完智齿啊，对不对？小朋友发烧，它可以对，很蛮万用的，16度哦，所以它真的就是它可以，应该也可以退烧哈。就是如果有发烧，我觉得也可以喝冰敷。对，这个好哎，这个很厉害。或哪里撞黑青，小朋友哪里撞黑青，对，弄一下也是可以。弄一点那个什么，而且没有，因为我有时候就是我晚上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啊，我就会直接那个保养品。直接弄完了以后，我就会全部，然后肩颈这边我都会稍微的按摩，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可以舒缓。去哪里买？对，这也是在网络上就可以买得到。哦，这个厉害耶，这个很新潮，嗯，这很实用。每天人都想要买。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很讨厌的是，我带出去，因为在家你光冰敷水就会一直冰冰块，水就一直在脸上。可这个的话，它完全就不会让你携带也方便，携带很方便，然后包包里面也不会有水滴啊那些。你看像这样子。这么好带，这样怎么可以？所以其实现在真的蛮厉害，科技进步很发达，所以有一些东西是之前没有的。这可以重复使用。可以啊，用完之后内胆胶再放到冰箱就可以重复使用。它不冰了之后再把它放进去再冰。这一款是冻龄冰肌。哦哟，难怪皮肤早点上你们节目，您就可以冻龄。真的发毛。对，其实影评都已经90岁了，就用那个冻龄。这是妖精啊，不是冻龄啊。keep 住脸部的美丽青春外，当然造型方面也不能太逊色哟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新春约会去要如何用60年代的复古风格做出令人惊艳的造型呢？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，半瓶山是算最时髦。你如果没有梳半瓶山，你就逊掉。所以，那这个发型你们可以接受吗？哎呀，你有试过吗？你可以接受吗？我觉得，因为我看我妈妈的照片，她以前吹这个头发是流行的，在那个时候。嗯。可是如果现在我，比如我上节目就吹了一个头发，大家一定会问我怎么了，不会问我说我很流行时尚。就想说你有事吗？对，你有事吗？头有撞到吗？之类的。可是那我想问一下，这边比较资深的艺人，你们之前
有做过那样子的发型吗？有啊，哎，我们以前做这个发型，还要比较的，比较。比如说你做一层楼高，我是做二层楼，你二层楼高，我就楼中楼。哎呀，你楼中楼，我是顶楼加盖，反正我就一定要冲上天。所以等一下，一个比一个高。那佩姐，你这个是几层楼？我这个啊，我不晓得那时候选港都，我选上港都小姐以后，就是出去就是对一些活动，这其实蛮好看的。还有这个也是半屏山呐、啊。天哪，我觉得还蛮时髦的。是吗？真的吗？不是，那因为佩姐她很漂亮，对吧？在她漂亮也不为脸的问题。我用的，我怎么送啊？我还没说。可是凭良心讲哦，有些什么以前槟榔花有没有？那个谁潮白的姐妹花，他们也就哇，还撒那个金粉。一定要撒，而且金粉还很多颜色，我觉得我们老师都有撒。那叫超多，那表示慎重。对，然后以前的耳环一定要像大大的、长长的。嗯，对，都每一个都是要大大的。对。哎呀，而且右边那张有点林青霞的 feel。而且还有像这种，也是半屏山啊。他以前都演女主角，是半屏山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对，很漂亮。还特别去给人家 settle 的，现在看起来觉得好怂哦。也不会，其实不会，说不定半屏山我们再回来，对不对？这谁啊？这谁啊？这是哪里的女鬼啊？变瞎了，还有，可是有点恐怖哎。以前那个年代，以前人家佩仪姐她是一个大明星，都有那个沙龙照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前是小歌星，在后台自己拿那个傻瓜相机照一照，我们就很开心了。是是，而且我们头发都要自己弄哎。以前我们弄，我们以前啊在作秀，没有那种助理，嗯，也没有什么司机，也没有什么保姆，我们还一边开车一边哎停红绿灯一边画眼线哎。啊，好辛苦哦。对，如果没有戴假睫毛，我们睫毛还可以用画的，画这样一条一条一条，好像画的。真的，以前的下的哦，以前你们现在下睫毛都可以用刷的，对啊，或者是用戴的，有没有？我们以前没有用刷，也没有用戴，我们以前用画的，所以你们都会弄。它是温室的花朵，我是涂海女神龙，哦，跟行动哎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是在江湖中打滚来的，哇，那十八般武艺我们都要。那我觉得我想要让他们来体验一下，到底半屏山是什么感觉啊？真的吗？有谁要尝试一下吗？我觉得今天，我觉得哎呀还蛮适合的。长得漂亮，对，他今天穿这样就很酷，对。新春复古秀，八零年代流行热潮不退。我记得以前我妈妈那个时候哈，还这样刮刮刮，喷一种那种绿色的胶水。等一下，我录的是美妆节目还是整人节目？现在下睫毛都可以用刷的，对啊，我们或者是用戴的，有没有？我们以前没有用刷，也没有用戴，我们以前用画的，所以你们都会弄。它是温室的花朵，我是涂海女神龙，哦，这行头哎，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是在江湖中打滚来的，哇，那十八般武艺我们都要。那我觉得我想要让他们来体验一下，到底半屏山是什么感觉啊？真的吗？有谁要尝试一下吗？我可以帮他弄一下。我觉得今天，我觉得哎呀，还蛮适合的，长得漂亮的。穿这样就很适合，对，我妈妈以前都穿这样，很好看。我今天是有符合主题啊，可是我没有要求头要这样啊，没有，没有从头到尾嘛，贯彻始终啊，你没有用过吗？好，体验一下。你穿这个衣服如果没有半瓶干就是了，对。看几米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快点嘛！所以可以接受。哎呀，还有还有，快点！我弄完以后，整个那个造型不一样。你要帮他弄吗？我弄，我弄。哎，你怎么那边就有一个这个吹风机突然出现？好厉害！好厉害！好厉害哦！你讲，以前我都自己来，好不好？这种有不好看吗？你看这种有不好看吗？很好看啊！我穿那些滴点明星花露水啊！不要不要！妹，你等一下，你没有梳子可以哦，要用卷的吧？哇，它好厉害！没有梳子可以吗？它是发根哦，要先把它弄蓬。没有，它是要弄卷的。还要刮吧？早期还要刮，对，要先把它吹风一下。我要漂亮的那种，一定漂亮，一定漂亮，漂亮那种哎。以前我记得以前我妈妈那个时候哈，还这样刮刮刮，喷一种那种绿色的胶水。等一下，我录的是美妆节目还是整人节目？先要不要先喷一点点这样？这是什么？先定型打底打底。那等一下还要工作呢。好适合你哦。那你也再去弄一下吧。
训。哎呀，好厉害，这样他就可以。我以为要用梳子哎。快点定睛上来啦，小姐姐。极速的哎，对，真的极速哎，这么快，真的很快，对不对？因为时间的关系，等一下，我告诉你，它也可以弄很漂亮的，很规则的嘛，对，对不对？就用这招不行啊，量不够啦，不行啊，来了，来一点，来呀，来呀，等一下录影不行了，来一点，来一点，不行啊，小妹，小妹，姐姐，干啥？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没人爱过，要不要？妈妈。暴露程度32度哎，而且额头32度哎，是啦，哇漂亮，就这样没错，哎真的有那个年代的，真的有那个年代的感觉，好看哦，好看哦，哎啥时候还要喷那个定型力，它才不会，它会定住，对对对，用发夹来，还要这样子，还要再喷哈，来怎么喷？喷哪里？这边。你们能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哎，怎么回事？这样子美女啊！其实我觉得真的美女啊，你弄这个头也不会奇怪。你啊，真的、啊！来站起来看看，站起来整个整个衣服这样感觉有乡土脸。对啊，你是不是乡土脸的？我是混血脸好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哎。这样出去就很多骑卡达车的男生会跟你，就说小谁要给亏呀？小谁给亏？小谁？是啦。来走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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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下哦！搭配音乐，搭配音乐，先换目录好了，目录我们再来。恰恰，来，好适合哦！睡睡睡睡睡，要这样裙子要穿白。睡睡睡睡睡，不是啦，明星花露水对。香香兮兮，也蛮好看的。好看啊，好低啊，低，好看啊，好适合你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发型真的很，都在看好戏啊，一点都没有违和感，都没有违和感，而且根本就是代言哦。我现在没有办法看镜头，我看镜头好想哭哦。没关系，我告诉你哦，那时候如果像半年像这样弄这么高的，应该有林青霞的级数才能那么高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可是我真的没有看过林青霞有弄过这样。有，应该林青霞也没有撒金粉。我说艾雅呀，才刚过完年，不要那么生气嘛。人在江湖飘，谁能不挨刀呢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复古的服装要怎么处理呢？当年真的是这种衣服真的非常流行，而且其实现在也有流行回来，什么 oversize 啊什么。像秀慧姐，你有带一个就是当年很流行的衣服？有有有有有，你看看。这是什么？我全部我做秀的衣服几乎都已经，天哪，都已经丢掉了。好适合张艾雅哦！我的天哪！你看垫肩都黄了，真的有很久了。我唯一这一套我没有把它丢掉，就是垫肩要越高越好，才有那个架势，你知道吗？是哦，就打橄榄球的架势，就是那种大牌，这好像跳国标舞的那种感觉。一定对啊，为什么要这么垫肩？好奇怪哦！不知道以前就是那种架势，就流行那种垫肩要很垫很高。这是一件吗？对，一件，就一件呐，一件呐。嗯，哎，这我而且这个，我觉得这未免胸部也太低了吧。还好啊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我觉得很低，以那个年代穿起来，真的很低，很低，好不好？这里面应该会穿一件白色的衣服。他才不穿呢。对啊，他不会穿。哎，低胸唱四首歌，有本钱啊，800，没有露胸唱四首歌400，你要哪一百？当然要低胸。对啊，越低越好，不穿，反正不要被警察抓走都好。好夸张哦，以前真的流行这种衣服啊。真的。那这件叫王颖平试一下好了。好。这是配，我这个是我大概差不多22岁的时候的照片，这套衣服，对，我是在美国 Las Vegas 买的这一件衣服，这套衣服大概那个时候我买快10万块，那时候的十万块什么？对，在 Las Vegas 买的，这个要10万块，对，这个是一个意大，我不知道，就是当时我在，就是我就觉得它也是大，它也是那个大垫肩。嗯啊，那时候我就觉得，哎，它很特别，因为走在路上没有人跟我一样。不是，阿文，你现在你能穿不能？我穿不下了啦。对，影评穿可以啦。这件，你说外套吗？这件，这件，你这两件你要选哪一件？不要了，我跟你讲，绿色，外套，绿色，对呀。
我跟你讲，这一套给谁穿，你知道吗？给爱啊，对，刚好配你的衣服，它超搭的，来，去换啊！对呀，这样才有一套一致性。回到位，你都没有给我选择。刚刚他们外面有讲说两套，让我选一套。去去去去去，先去换，先去换，你先去换。好厚的垫肩，真的，以前年纪就一定要这样。很好看，对。哇塞哇塞哇！一家子，好像要打风暴风暴啦！对，这件就是穿到走在路上，人家都会看，好多人都会看着看着你。对，天哪，这样走路会不会撞到啊？对，你不觉得像风暴吗？哎，我累了就靠一下，会吗？我觉得你都可以靠那些，你头都可以这样靠过来睡觉，蛮漂亮的。哇，好舒服哦，这个垫肩根本就是胸垫嘛。这太夸张了吧，这个啊？对，就以前那个年代就是一定要这样子。我其实喜欢就是它那个架势，还有它的图腾，我觉得很好看，穿起来很挺呐。嗯。很有架势，很有气势，哎，你真的走秀一下，哎，对呀，对，来一下，来一下，我知道你跟 Kid 一起走，哎，我要看一个反差的感觉，对啊，一个有气势，一个没有气势，哎，我也很气势啊，大家加进你，而且我还我先，对对对对对，大哥很妙，我跟你讲，两个到底是你，而且我还是我没走过秀，马来西亚的处女秀在这边好了，来吧，哇，身高差好多，哇。模特兒就是模特兒，对，很好看，对。哎，我要看你大力，真的是冤亲债主，对啊，带他走什么秀啊？哎，超没气势的啊！可以，他这个完全超有气势，可以的。你摆一个 pose 就超有气势。你心里刚才在想什么？我觉得说，怎么可以有这么荣幸跟一个这么好的女生？最好是你想这样。我觉得他肯定不是这样，还是你想穿这一件？可不好，哦，穿在他身上啊，分开看嘛。突然这样，你这件给我穿了，那我穿什么？没想到一件外套好像大家都可以穿呢，说不定他穿起来又气质就不一样，他也可以穿呢，他穿起来又不同感觉，好看呢，真假？真的，他穿起来好看呢，怎么那么帅啊？哦，哎，真的好帅，也好看呢，整个感觉不一样啊，气质合哎，你要好小哦，变他的衣服一样，你穿的那个。觉得不如你，裤子真的穿起来不错，可以穿吗？你 OK 的，你去里面换一下就好。对啊，去后面换啦。他那松紧带的。你上节目吗？你在干嘛？我看你来后面换了，我在哪里可以换？我看一下。好可爱哦。对对对对，这里啦，这里可以换，你在这里换。现在呢，他们已经换好了，到底爱呀？能不能驾驭老派的时尚呢？我们来欢迎他们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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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帅哦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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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不是？其实我觉得我的风格好像可以走一下这种，我觉得可以耶，真的。你会这衣服穿在男生身上，身材很好，对，怎么会变成就是很 fashion 的感觉？小确幸哦，够了，肚脐的小确幸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不知道，因为毕竟是佩仪姐以前是很瘦的，好不好？瘦了，18腰嘛，对啊，对。而且因为我刚好就是本身的肩膀比较窄，再配上这个大垫肩，好像整个气势都起来了。对对对，而且你。根本就是这个衣服的代言人啊！好适合穿这个，因为我知道只有这个就会自觉很漂亮啊！你整个好身材表露无遗耶！身材怎么这么好啦？是秀慧姐身材太好了。哎，虽然这么久，这可是现在穿起来不会怪，时髦哎！而且这件10万呢，10万！不要随便动，对啊，你不要那破掉。那个时候，而且是20几年前。对，这10万不得了，现在要40万，是，好厉害，很适合你们。对，而且居然这个垫肩拆掉也还 OK。你刚刚说很适合我们，是真心吗？是真的。哎，你现在穿这样不会觉得奇怪啊？哎，是不是？不会奇怪啊？他垫肩没有弄好。我太近了，我太 close 了。那就不要看了，不行啊。哎，借过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主持人。
不是啊，你不让不怕许文会不开心吗？干嘛？我现在单身，你单身？你确定你真的单身？哎，我牵着你就可以，我可以不牵，但他不可以，但他不可以。你们有问过我的感受吗？啊，还不错。好了，我觉得今天好看，虽然看对不对？虽然聊了很多老派东西，我觉得就算现在穿，还是很算是流行，它有一些元素是好看的。我刚刚看那个 Monitor 哦，我发现。我长得像谁，你知道吗？谁？我们不想听。毕书尽。Come back to me。够了，够了，帅吗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很像韩星。哎呦，我说 Kid 呀，才大过年的，你不要这样伤害观众的眼睛了。紧接着我们请来的是王思佳、Vicky、小优以及夏克立、Kid。他们要来跟我们聊聊新年新气象，除了要好好保养以及做造型外，女人对化妆这件事可是用心良苦的呢。到底要怎么化才能有个完美的妆容呢？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呗。感觉好像每一个有化还是没有化，然后可是那个皮肤都好到好像都会透水一样什么的，然后就想说是他们光打得特别好，还是他们的保养做得特别的好，然后感觉好像妆只要化一点点，而且他们就像那个千颂伊一样，对，然后就跟你讲素颜，化素颜有没有？然后那种伪素颜，然后所以呢，你就发现说其实他是要把保湿跟美白都要做好，所以呢，其实我就会很推荐，就是说你的底子要先好，那你就不能有暗沉的肤色，对。然后像我手上的这一瓶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它的颜色？有点金金黄黄的，有没有？因为呢，你的皮肤要透亮，你就一定要先用对保养品。这一罐不得了，它的名字很惊人，它叫做黄金水。黄金水，你听到黄金有没有就觉得它就是很厉害？它就是精华型的化妆水。然后但是呢，你看哦。它里面有点晶晶亮亮，而且它也比较浓稠的感觉。对，因为它在大陆卖翻了，有仿冒品，所以大家买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像我都会看这个防伪标签，你一定要找防伪标签，不然很容易会买到假货。然后他们家的这个黄金水非常的厉害，因为它是精华型的，看起来好厉害。对，然后你知道，因为它很浓稠，然后它可以就那种，可以砍吸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，它会砍吸。所以它保水的程度是很厉害，然后所以它很浓稠，然后呢，但是大家就会想说，哎，很浓稠的话，那会不会黏腻？很多人就会怕说，我觉得台湾没有那么干，对，台湾人会很怕黏腻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呢，其实你只要擦一下，它瞬间就会吸收，哎，真的有没有？然后不会黏黏的，不会黏黏的，而且你可以示范哦，你看，你这样撒这个。它都不会粘，哎呦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是碎纸花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因为它不会粘，它不会黏腻，不黏啊。所以，然后重点是你擦完之后，它会有点亮亮的，对，哎，真的有点亮亮的，然后所以你擦上去之后，然后呢，你的这个肌肤就会透亮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亮亮的是什么？它是金箔，金箔，金箔，快点呐！但它手赶快试用看看。因为你知道吗，肌肤要透，然后它是会要改善你的暗沉，所以它里面有美白成分的熊果素，然后还有那个多效焕白的那个复合因子，然后它才会让你的这个，因为金箔它可以传导，所以它才会让你的这个美白跟保湿的成分迅速的吸收。擦完之后呢，保湿不黏腻，还会透一点小小的那种闪光亮亮的，有没有？然后你想想看，你在家全身亮，卸完妆擦上去有没有？整个闪亮亮，这位先生全身都发亮，哎，那是我的，哎，难得看到这么高级的东西。而且它味道好好闻，我喜欢闻，喜欢味道。其实它还有一个比较更厉害的用法，就比如说你可以用化妆棉湿敷，那你就是你把它整个化妆棉，然后沾满这个黄金水之后，它就变成玻尿酸黄金面膜。我听起来好高级，对，然后就可以就针对比如说暗沉的区块，哎，比如说有人两颊可能是有斑点的，然后你就可以沾湿那个化妆棉，然后湿敷在两颊那种比较干的地方，然后你就会发现说你的肌肤马上变得超透亮、超保湿的，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可以买。
对，像韩国女明星一样，那个皮肤都超好，透透的。因为我觉得成分是最重要的，是，而且要用对东西来，对你的皮肤来讲，就是不会是一个负担。没错，所以这就是你刚刚讲的第一个重点。对，这是第一个重点，你要先美白跟保湿。我觉得价格还蛮平价，合理就对了，大家都可以接受。对，就是我觉得你你可以拿来每天使用，其实都很 OK 的。嗯，对。所以美白跟保湿真的就可以改善暗沉。对，要先做好，然后先把底打好之后呢，然后再来就是妆嘛。对，对你对大家一定要比较好上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第二个秘密。因为呢，你的底先好之后，那当然你上面的妆就不用这么的繁复，没错，所以呢包包就好了。对，所以呢，我手上的这个它叫绝对美肌 CC 霜，哇，现在已经不是 BB 了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已经是 CC 霜了，而且它的效能是保湿跟控油。很多人就会想说，哎，这个你要先保湿，妆啊它才会服帖嘛。但是很多人呢，他就会怕说好像脸会出油，所以它保湿跟控油。那因为我是干性的肤质，所以我会用保湿款，然后他们家控油也很厉害。然后其实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是一个那个吸油面纸，对，我们直接看它油不油。好啊。然后所以做法就是你可以直接挤在上面，对，保湿跟控油的。然后好，那我来跟大家就是比较一下，然后这是他牌的，那我可以挤给大家看，就是以那个出油度来讲。对啊，因为其实有一些 CC 霜用起来真的，因为可能看起来比较润塌牌，所以就比较油，有对不对？挤出来就是油的。嗯，我这个是我推荐的 CC 霜，然后你看大家可以先看一下，塌牌的旁边已经有一圈油了。哎，我看到旁边已经有一圈油了，很明显啊，有吗？旁边已经有。有一圈，哦，有就擦牌，就已经有一圈喽。可是你看，我们家的还是没有。然后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一张，就是我刚刚在开录前就已经挤好的。他排的这么夸张，你整个变成这样子了，对，所以就是要让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说他们家的控油的程度其实是很厉害的。然后呢，因为再加上这一支呢，它里面有自动校色因子，所以不管你天生的肤色是什么样子，它都不会挑人。对，去也可以擦，对，擦上去脸跟身体呢是一样的颜色，然后所以它会帮你校正成裸肤的颜色。好厉害，那就感觉是很自然，就是很自然的。既然这么自然，那修饰的效果会很 OK。而且你要知道哦，当你推开来之后呢，因为它里面含有 SPF 50。所以你防晒、保湿跟遮瑕全部都可以做到。再来呢，因为它里面有90%的那个毛孔隐形的因子，所以为什么说它有遮瑕的效果？还可以帮你把毛孔全部，对，它会帮把那个毛孔全部都遮起来，全部都关起来，大家赶快。所以它很心机，什么都它很心机，就好像到底有没有化？然后呢，最厉害的是。它的皮肤会亮亮的原因，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光感折射因子，所以你的脸会一直360度零死角，它都会一直闪一种透透的那个光。哇塞，人人都可以变千颂伊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它很厉害，很可以上妆啊，很厉害。哎，你们看夏克力，对啊，是不是？而且它味道也很好闻，对，而且很好推哦。你知道大家就觉得说，好像你有加防晒，会不会就不好推，比较黏腻？可是他们家的完全不会。来对比一下，它遮瑕力真的很好，真的很棒哎。这一支是有涂的吗？对。这是没有涂的，不养颜，有它哦，它本身就已经有保湿又有控油，然后它又帮你遮瑕又有防晒，所以像我都不用再擦什么粉底液了，因为它就直接把这一瓶擦完之后就很像裸素颜，而且它整天都不会浮粉，整天都不会浮粉，你也不用说哦，聪明的，哎，好像还会出油，哎，还要吸油，然后再补妆，完全不需要，一整天就是从早上到晚上都可以这样带妆一整天。很 OK， 而且你要知道哦，当你推开来之后呢，因为它里面含有 SPF 50。所以你防晒、保湿跟遮瑕全部都可以做到。再来呢，因为它里面有90%的那个毛孔隐形的因子，所以为什么说它有遮瑕的效果？还可以帮你把毛孔全部，对，它会帮把那个毛孔全部都遮起来，全部都关起来，大家赶快。所以它很心机，什么都它很心机，就好像到底有没有化？然后呢，最厉害的是。
它的皮肤会亮亮的原因，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光感折射因子，所以你的脸会一直360度零死角，它都会一直闪一种透透的那个光。人人都可以变千颂伊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它很厉害，很好上妆哎，很厉害。哎，你们看巧克力，一上都可以用，变它味道也很好闻，对，而且很好推哦。你知道大家就觉得说，好像你有加防晒，会不会就不好推，比较黏腻？可是他们家的完全不会。来对比一下，它遮瑕力真的很好，真的很棒哎。这支是有涂的吗？对，这支是有涂的，没有。对，它不用本身就已经有保湿，又有控油，然后它又帮你遮瑕，又有防晒，所以像我都不用再擦什么粉底液了，因为它就直接把这一瓶擦完之后，就很像裸素颜，而且它整天都不会浮粉，整天都不会浮粉。那妆你也不用说哦，聪明的，哎，好像还会出油，哎，还要吸油，然后再补妆，完全不需要，一整天就是从早上到晚上都可以这样带妆一整天。哇，拍戏这么出外景的，对呀。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出油一直补，然后到这边怎么用？对，对不对？而且完全不用粉，以后就看起来好老，真的。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用对商品，然后你就会发现说，哎，原来其实当那个对呀，赶快来，原来其实当韩剧的女主角一点都不难。哎，要像李敏镐，你也用一点啦。李敏镐也有用啊，我有用啊。你要去整容，你看他的皮肤没有用，用个没有用的皮肤的颜色完全不一样，有差差很多。我觉得有这个真的很遮瑕，他把我这些都有吗？有了，而且你看夏克立的眼眶变得很细，哇塞，你的眼睛好，你变好样了，欧巴欧巴，好帅哦，爆了，帅翻了，直接年轻20岁啊，有没有？啊，应该是吧，应该是。各位观众，大家看完了这一集，你有没有跟我一样受益良多呢？从一开始教你如何在家 DIY 做脸，保养你的肌肤底层，到后面教你如何拥有清透的底妆，各位水水们在家要好好认真复习一下哟，每天都一定要漂漂亮亮的出门约会去，让我们在2015年羊年好样。下周六晚间8点，请继续收看《我的闺房秘密》。